盘点深夜不能做的事，合集一。深夜，千万不要在十字路口逗留，否则你会忍不住买吃的。那真香，哎呀！夜里，走路千万不能回头，不然，会因为不看路被绊倒。哎呦我的妈！此时，千万不要在寂静的楼道里自言自语，因为声控灯会亮。半夜，千万不能下楼扔垃圾，否则会因为太黑把垃圾扔错。我晕，我手机。12点过后，就不要再去照镜子了，因为你会发现黑眼圈又肿了。半夜，千万不要刷小妖姐姐的视频，否则你会得笑死。哎呦我的妈！盘点深夜不能做的事，合集三。深夜，千万不要对着黑暗的地方拍照，因为太黑了，什么也拍不出来。哎呦我的妈！凌晨11点59分，千万不要去上厕所，否则你只能第二天出来了。此时，千万不要剪指甲，否则呀，容易剪到手。夜晚，千万不要撑伞走在路上，因为没有太阳不用打伞。大晚上打伞，怕不是傻子吗？哎呦我的妈！睡觉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把被子盖过头顶，因为会闷得慌。天啊，差点憋死我！深夜，楼上传来诡异的弹珠声，千万不要上楼查看，因为可以让物业解决。喂，管家，楼上小孩又半夜不睡觉。盘点深夜不能做的事，合集四。此时，千万不要在路上吹口哨，否则会被人当成流氓。臭流氓！哎呦我的妈！半夜，千万不要一个人坐电梯，因为没有信号会很无聊。咦，怎么没有信号啊？午夜，千万不要捡掉到床下的东西，不然你会墨鱼手绘，脏死了。晚上，千万不要扮鬼去吓你的朋友，因为你会被打。深夜，听到敲门声千万不要出门，谁啊？不然怎么没人啊？你会因为没带钥匙回不去家。盘点深夜不能做的事，合集五。半夜发现闹钟总是停留在凌晨1点30分，请不要惊慌，因为闹钟坏了。哎呀，又忘记买电池了。深夜，千万不要在树下游荡，因为树上会有虫子。我的妈呀，有虫子！哎呦我的妈！晚上看到不认识的咒语，千万不要跟着念，因为有不认识的字会很尴尬。这个字怎么念啊？睡觉的时候尽量睡中间，不要空出太多的地方，不然很容易掉下去。爱的魔力转圈圈。如果晚上做了梦，第二天早上不要试图和别人说你做的梦，因为你记不住。盘点深夜不能做的事，合集六。凌晨3点，一定要上床睡觉，否则第二天你会起不来的。半夜突然惊醒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开灯，因为呀，我的眼睛会闪到眼睛。哎呦我的妈！深夜不要没事点蜡烛玩，因为呀，会烧到手。夜里听见隔壁房间有奇怪的声音，千万不要好奇的去看。
为很有可能是老鼠。救命啊！深夜，家里的灯突然闪烁，忽明忽暗。不要惊慌，因为有可能是觉处不良。哎呦我的妈！盘点深夜不能做的事，何其七。深夜，听到异常的声音，千万不要竖起耳朵认真听，什么声音，否则你会听到肚子饿的咕咕叫。是啊啊啊！半夜，走在路上，再害怕也不要大喊大叫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穷的响呀！大半夜的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不好意思啊。哎呦我的妈！半夜，不要在关灯之后照镜子，因为你会看不清自己。天黑了，千万不要把鞋放在门外，不然第二天可能就被偷了。天啊，我的鞋呢？有人。深夜，千万不要用纸扎小人，因为没有天赋会扎得很丑。扎的啥玩意啊？哎呦我的妈！盘点深夜不能做的事，合集八。半夜，千万不要关着灯看恐怖片，因为眼睛会疲劳，眼睛好不舒服。哎呦我的妈！夜里，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去废弃的厂房，否则站住！你想干啥？会被保安赶出去。不，不好意思哈。夜晚不要在路边游荡，更不要在路边休息，因为会着凉。好冷啊！有人。天黑了，看见路上掉的钱，千万不要据为己有，因为我们要当拾金不昧的好青年。先生，你的钱掉了。优秀青年，给你点赞。深夜，不要关着灯在屋子里走，因为会撞到自己。哎呦我的妈！盘点深夜不能做的事，喝啤酒。下班之后，千万不要一个人留在公司加班到深夜，因为老板不会给加班费。赔本的买卖咱们不干。哎呦我的妈！睡觉之前一定要拉好窗帘，不能留下任何缝隙，不然第二天会被晒醒。怎么太阳这么早就晒屁股了？哎呦我的妈！半夜，美女，听见有人叫你，千万不要回头，因为可能叫的不是你。你是不是误会什么？夜里一个人去上厕所，千万不要在厕所停留太久，否则腿会麻。我的腿。有人。深夜睡觉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把脚露在外面，不然会冻脚。好冷啊！